人说有花丛就有乌顶，蝴蝶王国就是福尔摩沙。台湾东部的好山好水是乌顶生生不息的天堂。在这里环保志工当地用心做环保，用感情爱护这片土地。今现在就来对阿芬做回来拜访花莲瑞穗复原村，看看台湾后山美丽的传奇。观众朋友啊，拄只吼，你一定有看到阮的片头写《蝶香梦土巴拉庄》，无唔对？阿芬啊吼，即马已经来到巴拉庄啊哦。是安那即个所在叫做巴拉庄呢？因为听伊讲吼，伫个古早以前啊，阿美族啊，甲即个所在叫做巴拉圣。巴拉圣的意思吼，就是阿美族的白色的河流。但是阿芬啊，今日来遮吼，唔是要来找白色的河流，是要来找美丽的蝴蝶。但是我唔是在地人呢。要到找蝴蝶啊！观众朋友，假使讲吼，你有常常咧看阮的节目，你一定会知影讲，你这个时阵，阿芬啊若找无路的时阵，就会出现一位环保志工来甲阿芬啊报路，无唔对，伊即马就伫个遐，咱紧来甲问看麦，呷。师姑，你做啥物？做粪扫。做粪扫，啥物叫做粪扫？你迄个啥？啊，你这个啥物？啊，我替做粪扫啊，啊，粪扫变黄金吗？哦。在里会黄月琴师姑是巴拉庄，嘛是复原村客家民谣班的唱将。阿芬啊，看大家认真的模样，就知影巴拉庄的阿公阿妈每一个拢是唱歌的歌手啊。听讲，因平均的年岁拢超过70，一旦讲是全国上老的合唱团哦。这个靠山的客家庄，就伫花莲瑞穗乡的北边。讲到瑞穗，大家都会想到乳牛。但是其实白色的溪水和溪谷的蝴蝶，这是巴拉庄最大的特色哦。啊，你现在刷来买到位？啊，刷来买来那间五金行。我跟你来，来我提。你要跟我载吗？我无法度，我跟你载。啊，你脚脚阿车，我提回收用走的。是啊。啊，我无这台，我都无得，我出门我都是安尼生啊。师姑，你穿这领是啥？啊，我迄落开到腰脚了，开到腰脚骨了，我都爱穿啊，无穿我都袂动。啊，我是拢回收放到这面顶啊。不过我惊你安尼飞去呢。袂飞。嗯，好。观众朋友啊，师姑就我跳高筋，我要用脚的。走无我会紧，师姑，你做环保做偌久啊？我做10年啊。做10年啊？无用到的。啥人无？哦，伊爱分类。无，伊爱分类，伊即款的咱无收吼，伊咱无收吼。个性活泼的月琴师姑，脚手溜俩，佫真晓利用时间，收完这间，收那间，复原车头四周围，家家户户拢有伊的环保点。观众朋友啊！阿芬啊，为着要找蝴蝶，都要先把体力练好哦。等一下再约会着蝴蝶。你甲看，阿芬啊，走到哪里飞嘞？啊，有没走到？人师姑是一年365天拢咧骑脚踏车，阿芬啊才走一届尔，连个划算。师姑，安尼有劲无？有啊有啊。有哈。这个空调，这个唔免提起。好，这个免提啊。唔免。伊这间安怎盖有迄落安尼？伊个便当间，无伊个
饭啊，食食的拢甲咱细细拢吸完，嘿，伊一间该有迄落啊。观众朋友啊，我先把包包放师姑的梯背，啊，等你哈。耶，我决定要烫衫。我好热，而且我全身汗。叔哥，是讲恁伫个即区内底啊，宣传了真好呢。因为我看家家户户啊，拢会把这可用的资源拢放诶，拢放诶门卡口对无？拢放诶门卡。啊，几寸啊哦？我弟弟哦。遐内底毋知有无？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没有嘞，只有两三个哎，但是两三个还是要拿。我麦套啊，麦给套起来。哦，麦套啊。不是啦，手安尼个就好啊，都搁套。我是拢安尼啊。对。我紧来套起来好啊，因为伊这足深的，我知啊倒落就好啊。苏哥做代志认真的态度，其实是过去正常练出来。虽然已经退休啊，但是凡事拢未输少年家啊。你甲看，有这台脚踏车，苏哥都穿出四只脚嘞。我觉得啊，我这一集啊，真的是我运动到，你知无？好，来师姑来，我给你倒来。拢要倒来哈，倒来再来。啊，你倒来了，当时才分类。无啊，即卖都拿羊的分分类啊。啊，你分好了后，放在倒位？分好了后，放在家，要加迄个庙间迄个李素英来载载当兵。哦，所以师姐啊，再载去伊的环保店遐哦。啊，你我家嘛无有好过。哦。嘿，素英师姐哈，是啊，素英师姐，嗨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要来家再环保哈，系啊，今麦来去迄个卖水果因遐再回收。厝内是伫开帕提亚店的李素英师姐，是复原的第一颗环保种子。当初因为瑞穗环保志工的邀请。苏姐决定要开始做环保，后来苏姐为着要将环保落实社区，都开始对家己的庄仔头做起，这一做就是二十年哦。伊这卖水果，两阿母拢咧卖水果，这收介侪年的，伊这哦人要甲买拢无爱卖，人拢要予咱回收，伊要予师去救济人安尼啊。拢我一个人过来收，后头啊，若较济，阮同事会来倒用。做资源回收吼，咱爱的物件，爱摕垃圾嘛，爱共处理好势啊。另外讲，咱爱摕去吼，啊满世界流散，袂用啊。我去倒位啊做，拢嘛安尼啊，拢嘛涂骹拢搁共扫扫咧啊，人毋则咧欠予咱。讲起来真无简单，素英师姐连做环保拢替别人设想。素英师姐做环保的这二十年来，受到真侪挫折，其中愿意做伙打出来奉献的志工上少，是目前素姐推动环保最大的隐忧。遮吼，志工嘛无几个。我较早起头是水尾，去迄落水尾啊倒用回收，啊我就想讲啊。咱遮复原也无人做啊，我咱做咱遮复原就好啊。我阁袂晓开车，啊坐乌托邦，啊走到水尾去安尼，唔好，咱遮做就好。一二十年有啊，二十通年也有啊啦。有法度，咱做人，咱就爱来做好心啊，啊无迄个时间去过街，去世界佚佗，嘛时间嘛拍算啊。二十年来。苏姐的奔波在环保，已经骑拍一台奥多曼。这台新的是苏兄苏姐合股买予伊的。苏姐讲已经感恩，当时嘛用这份感恩的心来继续做环保。观众朋友啊，咱即摆已经来个帕提亚店，要来甲苏姐吼学帕提亚。诶，苏医师姐，你来放迄是啥物物件？爱起火啊！要拍 T 啊！以前爱先起火，系啊，无起火袂当。
哎，先起火，哎呦！啊，迄是炭的哦，这炭的。我看到一支菜刀在遐呢。那嘞，迄都烧死了的。哦，我所以买个来遮拍菜刀啊。菜刀啦，拢会动啊。只要是甲铁有关的物件，拢会咧在遮拍是无？嘿。啊，但是你有模型哦，还有模型啊，是啥？我咧讲。这镰刀，你讲的模型啊，这镰刀啊，人家要拍怎样，咱就给拍怎样。哦，所以师姐，你现在要拍什么？等下我看看，拍这树要用的小小，不好啦。这等下你这样放的小小，才买小小哦？才不啦。你这样是在，你这样是在做什么？好补啊，补啊红啊，好补啊红啊。这上来要讲啊。哦，所以孵红的时阵啊，起啊就会软，爱软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讲，咱要爱甜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啊。哦，所以菜刀嘛是安尼拍的，应该爱比平常咧。我应该咧去比，爱比平常。我徛遮嘛用的啊，来。无着手势啦。我叫我会用的，因为我是恁的，我甲人无同款。这是不是爱趁伊红红的时阵？对啊，你无红红的时，无讲讲袂行。哦，啊，伊这袂喷起来哦。袂啦。啊，所以趁伊红红的时阵，紧甲讲，伊就软对无？这是爱羊时的时阵才会喷啦，啊，伊这么无羊来喷。是。有啦。好啦。我无法度啊。因为这个工具。导航。这个工具要足重的。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迄阵啊，你做工课是安怎做啊？哦，所以很辛苦哎。上班的师傅足歹的。等下，包包给他摕，谢谢，跟你拼了！这是要哪讲的病啦？好啦，我两个拍好你翕啦，好不好？我好累，师兄，师兄你来救救我！我好累，我两个拍好你翕啦，我两个拍好你翕啦，好不好？这间五十年的拍铁店，较早拍铁啊，就是产生安尼，你一堆，我一堆。虽然即马已经有机器来代替部分的手工，但是上尾啊，又还爱靠大师一堆一堆来施压的。啊，所以讲铁啊，包括个有啥，有较大项的无？较大项的，就是锅头啊。斧头、斧头、斧头啦，较早是有拍车身，即马车身即马无啊。这较早这就是牛车，这就是牛车，伊个中有一个像咱的那个杆子，嘿，牛车中的那个两边要挂两个链啊，两边要搭两个链啊。车座、车座、车链啊，迄两个。较早嘛有拍这。哦，迄算较大项的就对啦。你拍的足忝的呢，我拍的呢。真的哦。哎呦。哪搞？搞无搞？师傅足歹啊。你想来拢一直叫伊讲师傅，嘿，啊伊师傅就对，伊恁师傅哦，啊伊甲你派哦，啊你甲你派你会安怎？讲遐慢啊，那拄安怎呢？啊伊甲你派你会安怎？我派嘛，互伊去派啊，就遐慢啊，那我都袂服人啊。啊，但是较早生意较好对无？较早生意较好，嗯，啊即马咧？即马生意较无好啦，有生意有好嘛，无法度做啊。安尼变啊？迄个阿公无法度做，安尼恁变啊？啊就安尼生活，哎呀。因为农业社会转变，店面生意无像从较早，拍铁的功夫嘛伫要消失啦。实际讲不要紧，对面的环保较重要。无，无吼，卖开哦。所以师姐，咱这个环保店偌久啊？二十多年啊。哦，这个店已经二十多年啊。二十多年啊。啊，伊当初是哪会想讲要到达设这个店？我的会所。店吼，足侪有个啦。人讲台湾一周，我是富源一周啦。哈，是安那讲？囥介侪位啊，囥介侪位。嘿，嘛，较早咱庙的对面遐嘛一间托物所，嘛有囥遐。吼，所以讲你的店就是足侪所在就对啊。啊，嘛有走去囥人内底兜，啊，少年啊，囥咱囥老岁啊，唔囥咱囥啊，啊，着搁走位啊。我回所店走足侪位的呢。吼，啊，甲这个才固定呢。苏浙公这块地是花莲市满庭芳花店免费借伊做环保店的，听讲店头家阁开30000块来整地哦，所以这较早就是富源上规模的环保店。啊，不过即马富源已经有环保站吗？
咱即马咱的回收过去杨师兄那边，咱有回收厂，这是临时的坑安尼。啊，我若有用，我就再过师兄遐。吼、哦，你讲杨师兄是阿海啊？阿海啊，嘿。阿芬啊，即阵吼上主要啊，来遮就是要找蝴蝶啊。啊，若要找蝴蝶吼、哦，应该要去找真侪花的所在啊。师姐，咱遮有啥物所在有花足多无？杨坤来啊，边遐有啊。杨坤来因兜遐有啊。吼、哦。昆海师兄，因兜遐有花哦。遐介侪花啊。好啊，啊，咱即马吼来找昆海师兄，顺便吼来去看伊个环保站。呀，咱即马吼已经来到花真侪个所在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那是王奶花。哎、欸，但是好可爱呢。观众朋友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好可爱哦、喔。啊，苏兄弟呀，来问伊。等下，要问伊以前。先换一下装备咧，好来，甲好个换起来嘿。师兄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很痛嘞。阿芬阿哟，哟，哎呦，这好痛哦。这个擦哦。嘿啊，哎呦，好痛哎。这刚擦嘞。这拢有刺嘛？有刺拢会挂人啊。哦，就疼。呜、哦。呜、哦，我过未过，呜、哦，好痛哦！啊，明仔载就好啊！苏兄讲，驾王来花，不要紧啦，迄无代志，干那流血水啊尔。Oh my god， 就疼！哦，那这么侪王来花哈、啊？这款的哦，还佫有一种的变种的，就这种的，这款的佫有阴阳的。那个是什么花？哎、欸，哎呀、啊！观众朋友，你有看到无？哎呀，一种的就较少啦，较少有安尼啦。它有一半是黑的，一半是红的，哎。嘿，安尼会去擦到无？会啊，啊，咱拢爱戴五角啊，戴手套啊。哦，戴手套。啊，这吼，那是挂病吼，这都花期会当擦花盆。哦，看来师兄，阿芬啊，伫咧台北啊，那过年过节拢会买迄王来花啊来拜拜。但是迄王来花啊，我看到拢是青色的呢，毋捌看过这红色的呢。青色较侪，但是这嘛有较少数。是。哎，这较歹，比较较歹管理啦。所以伊这种的作用，就是除了会当拜拜，还佫会当做啥物？会当食。佫会当食。会当食，会当食。但是阿芬啊，较早买迄青色的，迄是完全袂当食，伊敢会当拜拜。青色的是棺材用的。但是伊若生熟，嘛是照常会当食。哦，我唔知影，我拢甲蛋雕，放较软的蛋雕。你放较熟的时阵，会当掺菜煮的。啊，对哦。伊若块放落吼，伊黄嘛，啊黄的时阵，你会当切出来做菜嘛。哦，观众朋友啊，安尼你有听到无？那以后啊，若要往来花啊，若放喺厅头拜拜，拜完了后啊，咱阁会当家切菜，吼，切出来掺菜来煮，对无？皮下下来切出来来煮啊，嘿。王来花平均要种一年半才当收成，甲一般摕来食的王来同款属于凤梨科。啊，不过伊观赏价值远大于食用价值。目前市面上的王来花有八成拢是来自于花莲瑞穗。就疼呢，伊敢那倒啊咧挂咧。做王来干过吼，所以你才穿牛仔裤。牛仔裤啊，但是这搭拢会破。系啊，这牛仔裤这个拢嘛大生破。我紧，我紧啦！袂啦，向向走都袂啊啦，都较唔知影疼啦。好痛！好痛！一般擦花盆就是像安尼，爱留遐。已经无心情好看花盆啦。哪有人爱这么大声的啦？讲猛讲，还未找到蝴蝶进前，阿芬也袂当倒落去，一定要勇敢站起来。啊，不过咱先转换一下心情，先来去做环保好啊。啊，这拢去倒收倒来哈？这拢安尼附近安尼拢，人一般在即马知影我咧做嘛吼。啊，要一般附近的人会提你哦。无，拢家己爱去载。啊，伊若咱有遐久啊，有闲咱就去收安尼啦。孙兄，啊，你讲环保站在倒？
其他对面遐迄角。这就是环保站哦。嘿嘿嘿。这就是环保站。嘿啊嘿啊嘿啊。好啊。啊，这拢即摆拢当做七格啦。做七格。嘿，做七格啦。一格。嘿。啊，过来咧。啊，这纸嘛，啊，这保特瓶整理过啦。保特瓶。纸。保特瓶。嘿。啊，这个嘛是保特瓶。啊，所以顶头拢系大布棚哦。这顶头这无大布棚，无大，干那迄两间大布棚尔。有纸纸类大布棚就对啊啦吼。啊，这个嘞，啊，这个要放迄个农药罐啊。农药罐呐、哦。嘿。哦，农药 罐、啊、那个要特别处理啦吼。哎呀哎呀哎呀。安、啊、尼、啊啊啊、就是安尼，这么快，这就是咱的环保站就对啊啦。对，加个遐。嘿嘿嘿。观众朋友啊，这就是哦，化整为零呐、啊。原来这就是素英师姐讲的环保站哦。一条路通到底呢。过去复原的环保，拢爱再去瑞穗环保站，为着要节能减碳，苏兄去甲人借地，申请公会来建设，成立复原环保站。伊不但设伫路边，阁利用造林的空间，沿路建筑一格一格回收格哦。看海师兄，哎、欸，苏英师姐啊，甲我讲你有建筑侪花啊、欸欸，结果我一看是王来花啊。欸欸、啊阿芬啊吼，即抓来遮就是要来看蝴蝶，要找蝴蝶。欸欸、啊蝴蝶的所在应该是有花的所在才有蝴蝶啊。欸欸、啊你敢知咱遮倒位有建筑侪花？十一林遐吼，遐有做花海的所在，有花海遐就是侪有花。啊伊若讲若假使讲无，遐外遐一定嘛是还佫有。嘿、欸。欸好啊，安尼吼，咱就进来十一林遐看花海、找蝴蝶，行。哇，花海呢？哎、欸，咱拢无看到蝴蝶，嗯，无咱过来遐找看麦，行。蝴蝶，蝴蝶，啊，这也无啊。哎呦，啊这啥？无过来遐找看麦。哎、欸，啊蝴蝶嘞？哇！这么无呢？蝴蝶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丽桑，请问下吼，恁家倒位有通找蝴蝶哈？哎、欸，丽桑，啊，恁两拢袂讲话。阿芬呢？你要找蝴蝶啊？我带你来看较快啦。哦，好啊，安尼紧带师姑来找蝴蝶，行。嗯师姑，啊，你唔是要坐爱看蝴蝶？有啊，你倒位？伫内底啊，介济啊。内底哦，嘿啊，内底有饲蝴蝶哦。有哦有哦，好介济啊。师姑坐啊来学唱歌的教室，伊讲蝴蝶冬天拢伫咧困，哪有人这个时阵来找蝴蝶？蝴蝶嘛有红、毛乌、毛青啊，有红、有乌的、有青。有啊，介济啊，这唔是蝴蝶。啊，你是安那要画蝴蝶？啊，你都看无，看无迄歪，啊，我都画图送你啊。啊，我好感动哦！对啊，啊叫大家在啊回来送你啊！送你。阿芬啊，这届啊来复原啊，虽然无找到蝴蝶啊，但是呢，我看到社区的阿妈为着我哦，阿芬啊失望哦，拢为蝴蝶送我，好我感觉足感动的。嘛好佳哉，有咱这个社区的环保志工跟阿妈因吼，也爱护这个环境，咱的复原吼，才有这个好山好水。卖讲是蝴蝶啦，阿芬啊哦，嘛最想要住伫遐哦，所以讲哦，环境的这个卫生啊，真正是人人有责啊。咱有咧维护这个环境啊，咱住的所在在越来越美丽。